你现在看到的是水上捕捞小龙虾的小飞侠，坐在漂浮板上拿着竹竿漂流着收小龙虾，这绝对是人生第一回。向着小龙虾出发，走了。观众朋友们，乘风破浪的姐姐来了，健步如飞的来啦。哎，这么多，哇，红彤彤的小龙虾，大家快看，哇，好多呀，这个个头好大呀，你看你看，虾黄饱满，虾肉洁白，肉质细嫩弹牙。谢大哥养殖的小龙虾一年就有将近10000千克的产出量。你看这种是泡头。泡头？什么叫泡头？泡头它是这样子，9钱以上就称为母的，公的就要1两以上就称为泡头。抓来，就抓这儿是吧？它肯定不会咬我吧？不会。哎呦呦呦，打招呼呢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跟你握手了，来握个手吧。你好你好。看着这一只只挥动着大钳子的小龙虾，味道调查员已经开始脑补小龙虾的鲜辣滋味了。